今日同大家分享公屋二到三人单位设计案例，单位实用面积234尺，现代装修风格，全屋间咗两个房间，空间用到尽，入门口做多功能区活，施字具，伸缩餐台，储物柜一应俱全，最靓就系结合间房设计，用玻璃烫门做间隔，实用又好睇。不浪费每一寸空间，这样做客厅都有充足空间，可以放到双人梳化，墙面做护墙板，主人房就用木板做间隔，做四尺地台床连床头衣柜，电视墙就是梳化对面，撞式设计，连埋凹位的书桌柜，厨房就正常做 L 型地柜加吊柜，留回洗衣机的位置，厕所门口就摆雪柜，做储物柜包住佢，厕所内就做洗手柜加镜柜最实用啦。